特别谢谢我们的主持人。如果大家眼尖的话，可以发现哦，他就是国这个总统就职哦的这个主持人陈明珠小姐。我们主办单位是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蒋捷安局长，身为俺蒋的蒋捷安局长。参赛的所有的我们校园组、社会组所有的团队还有我们的老师，那以及我们的评审，我们的评审在这边谢谢你们，谢谢。然后也谢谢我们两位议员，一位是我们的平镇选区的议员杨家良，一位是中立选区的议员王浩宇，谢谢。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谢谢。那也谢谢我们委员、徐玉树议员，还有那个张兆良议员跟柳仁兆议员的秘书群哈。那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客家这个基金会，那么即将挂牌成立。那么我们基金会的几位董事都来到现场哈，有我们的仁海宫李和健董事长，欢迎。还有我们的庄玉龙理事长，恐龙产协会。我们的总行政长，还有我们的黄耀禄黄校长，欢迎。还有我们的厦门科大的，我看哪一位来？主任廖成文，抱歉没看到哈。还有在场的各位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副市长刘建华，还有我们各位关心这个客家创作的所有的文化工作者，大家好，抬高后。再一次敬上身。客家微电影是要让大家透过影像来说故事，那找到地方的记忆，找到客家的元素，找到这个人的感情，找到这块土地你没有发掘的角落，所以它是一种追寻，也是一种认识，更是一种表现。那去年第一届举办，我们总共有31件作品，今年是第二届，已经到达57件作品，而且作品的质量都提高很多。那我听说在这个我们客文馆这里要轮播到这个10月30号。那入围有18件，那入围的这18件也会让大家好好来欣赏。那不过因为这评审在决定，我想入围就代表了一种肯定啦。那我们希望我们桃园是整个全台湾客家文化的重镇。我们在客文馆这边有文学有音乐，那我们希望加上影像加上创作。那我们将来中立还会发展客家的百工百业的这个公益的方向。那这里的微电影不会只有办这一届，会一届一届举办。那这个微电影的价值其实蛮高的。那我知道有很多的同学们在拍微电影的时候才想到说要怎么学做客家人。要学做客家人可以到桃园来。这个在台湾客家人的数字最多是桃园80万人，那台湾也是我们全世界客家的文化复兴的重镇，所以桃园当然很重要。那希望这个微电影呢，可以让你看到原来我们的传统这个原来是这么接近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所谓的让客家走入生活，让客家结合城市，让客家成为我们桃园这个城市的一个魅力跟亮点，大家说好不好？好。那社会组也谢谢我们今天来的里长跟社区那么社会组的拍摄他动员很多素人，那他需要去我们客家微电影的特色，目前还没有明星演员，因为每个人都是主角，在长林生活里面，每一个主角都可以叙述他的那个故事，所以，
有社区的参与，透过这个方式哦，也可以让影像哦作为一种社区运动，就跟我们办地景艺术节是一样的。那我也希望这个客家舞电影同时是用影像来凝聚社区的认同。那桃园确实我们每个地方都很有特色，即便是我住的八德算是闽南区，我们在那个萧里哦，萧里是客家居落，那萧里有这个晚衣祠，这两三百年来的晚衣祠啊，也有那个十母娘娘，好，如果你们今年灯会注意看的话，有那个十母娘娘的故事，那也有那个客家的火房，好，大火房都是在萧里啊，所以萧里其实还蛮有特色的。那所以我们今年的客家文化节哦，是南区办，北区也办，好，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好，能够让这个大家看到说哦，桃园哦没有南北的界限。那如果以人口来讲的话，可能大家我们客家重点发展地区哦，是指的是人口超过20%以上的客家人口。那么大园事实上是有25%的客家人，大园客家籍的乡亲是25%。那虽然平常讲闽南话，但是呢，那边哦也保留很多客家的，像三山国王庙等等。那我想哦，所以我们桃园这边的客家活动现在正在普及化。那我是希望客家不是只有怀旧啊，也是创作哦，也能够让客家成为流行，成为生活。那未来哦，桃园这方面会投资更多。我们即将要客家文化基金会要成立，那我们即将在这个桃园中壢地区啦哈，整个大中壢地区，我们希望发展一个客家文创中心，还有客家地景公园，好，这个还有我们在永安的这个渔港附近哈，我们这次地景艺术节啊，也把客家渔港的意象，好，客家唯一的海客的渔港意象也把它加进来，那说起来客家其实蛮丰富的，那希望大家喜欢。那今天18个作品，这个最后是谁得奖完全不知道。啊，听说有的作品很搞笑，但是我还没看到。那希望等一下轮播的时候，大家可以来，不管有没有得奖，都为他们喝彩，好不好？好。好，再次的谢谢啊，这个一场成功的活动需要大家参与。那这些作品啊，会成为我们桃园哈，这个打造客家文化魅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砖头，希望每个人一起来努力。谢谢大家，生动台感安子生，谢谢。谢谢。谢谢入围者，包括我们的贵宾，还有我们评审委员，一起来到台上跟我们市长先做一个合影留念。好，是不是在我们非常俊俏又美丽台北科大礼宾人员能够一起来协助带领我们这一次所有的入围者，以及我们非常辛苦的评委们，还有我们的议员、委员，所有的长官，我们一起先来到台上，先为这一次的盛会，2016年桃园客家微电影的盛会，我们先留下一个最完美的影像记录。这一张影像呢，我们也希望明年能够大家再更多人一起来共同参与。那也有请我们的礼宾得意人员以及工作同仁，是不是能够来协助大家？我们能够稍微排一个队形，让每一个人的脸庞都能够合影在我们的影像当中。因为我们人数比较多，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可能，因为我有很多是校园组年轻的朋友啊，不能都让长官蹲下来，是不是同学可以先移动到长官前面，我们蹲下来好不好？看谁跑第一，待会可能就得奖机会越高哦。我这样乱喊好像不对，好，是不是我们前排让我们同学可以稍微半蹲，或者是直接坐下来也可以，让我们长官呢能够在当成最大的靠山给大家支持。那也有请前面辛苦的摄影工作同仁们帮我们稍微看一下，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入镜在其中。好的，那其实我们还有准备了一个打卡的打卡板，拍电影很重要，是要有这个 action 版，是不是请我们里面人员
员也一起递到我们台前来了呢。